怎么样，答应没有？没问题，我马上就要到大后方做一名英勇的战士。我也要做一个服务战地的护士。你走到哪儿，我就跟到哪儿。可是啊，我可不要替你裹伤啊！不会的了。哎，大学生呐，你不读书了？那要看情形了。等打完仗，还是可以继续念大学啊。等我大学毕业，我们就结婚。好啊。 等我们生日之后再结婚，好不好？就在胜利的那一天。好啊，然后我们要旅行全国去度蜜月。嗯，真的哦，我们要游遍全国的名胜古迹，然后再回天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啊！人家度蜜月，等你们走遍全国再回到天津，我看我小侄子都好几个喽。 七姐怎么还没来啊？还早吗？他很准时的了，现在已经7点了，一定出事了。我去看看。哎哎哎哎！七，干什么？都快7点了，七姐还不来，我要去找她。都什么时候？她要来，她自己会来的。 秦姐，上车了！秦姐，坐下。行，我。